句话安利你自己，我帅，我腿长，谢谢。我觉得我什么的时候帅气满分，啥时候都帅气满分。我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啥都别说，都别哄我。我生气的时候，希望你可以走。我哭的时候，请给我走。我做什么菜的时候厨艺满分，我做菜的时候厨艺满分。赖床的时候要等我才会乖乖起床。我看起来可能有两米。你身高绝对劈了，你身高绝对劈了。来，走，这个怎么拿得到？你想不想要？想不想要？不是谁放的？要不能放低一点吗？一点都没有礼貌，放那么高。现在，请大家准备接受你们的第二份礼物。第二份礼物。请大家向左转。我觉得是鞋子。皮鞋。我应该就是增高垫。增高垫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快来哥。这是内衣裤吗？这不是毛巾吗？灰色毛巾。哎，这毛巾吧。啊？这毛巾啊。哈喽，老师们好，我是挖机计划的学员周震南，身高1.72米，然后穿鞋1.75米到1.80米，这个不定。哎，我们是田鸡怎么样点？田鸡？啊，牛蛙。牛蛙就是田鸡。好像是一个东西。对，就是青是牛蛙。蛙是蛙，鸡是鸡啊。田鸡是牛蛙的，田鸡就是。对，田鸡就是青蛙的一种名字。对，田鸡。你们有病吧？蛙就是蛙，鸡就是鸡啊，什么田鸡、啊？不是那个鸡。我可以做三指禅。你坐。Cool。疼。哇哇！这是什么？你看看，你真文。这不是金色，哇哦，塑料的，哇哦，看破不说透。我们刚刚有领到了一个新的任务，这个挑战是饭圈缩写，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词汇呢 ？NSDD， 一人来一个吧。你是弟弟，我觉得是你手短短，就是啊，你神叨叨，哦，你神叨叨，说的对。你在谁才是时髦人士？坐进来，不是，不。我没想到啊，他们超级时尚，这么有眼光呢。从小到大最扎心的一句话，我的书包都比你高。你用的第一个网名叫什么？你的心，还是火星文？你觉得什么是男团？一个以上的男子组成的团体。废话，那咱们过一遍歌词好吧？练了这么多天，你不是我们 F 班的骄傲吗？我真的就是对记忆这个东西我有问题。这可能不只是记忆的问题。我想展现一下我成果，你这个是耍流氓吗？就是我基本每天都会来的健身房开玩笑，当然不可能，也就今天来了一下。嗯，这苹果简直是甜而不齁，肥而不腻啊！那天说他想把夏之光吃掉，就像你这种我肯定不会吃，这个丫头啃不动。我今天又捡了一个垃圾桶。那个垃圾桶让我有了篮球的灵感，所以我今天要拿那个垃圾桶来做一个篮球架。今天带了我的两位好朋友，第一位是我们拾荒三兄弟的大头切，乐色瑶，小眼男，拾荒垃圾必香。那我的梦想呢，是除了歌手以外，那确实就是打进 NBA 了，是因为一些家族的生理极限，没有这个机会。像我这种长得最高的，是不是应该站前面一点呢？可以啊，框下了，框下了。我看看呢，框下了，真的有我的脸吗？框下了，有啊。那好帅呀、啊！照片可以吗？太帅，神州帅，神州帅侠。